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 Pan， 我現在看的位置呢就是在番禺大石的直村，直村這裡呢就有一個夜市，那些地攤夜市，所有地攤的美食的攤檔的話呢集中在這裡去做一個夜市。講開就講啦，咁而家喺廣州咧，就係有好多喺啲周邊地區，例如番禺區啊、白雲區啊呢啲城中心同埋郊區嗰啲交界啲地方啊，好多嗰啲外來人外來打工人啦，我哋咁暫且咁稱呼啦，係嗰個聚集地嘅話咧，就擺喺嗰啲夜市嘅。咁點解擺呢啲夜市嘅話咧，就係話有好多人咧就係喺度租屋住啦。租屋住嘅話咧，佢哋租嗰間屋咧就未必可以喺明火喺度煮食嘅。咁放工翻到嚟嘅話咧，就可以喺夜市嗰度咧食啲嘢咧就可以當一餐噶。咁因而應運而生嘅話咧，就變咗咧就有啲夜市嘅誕生。咁啊越做越旺喎，咁啊蔓延到去成個廣州市嘅周邊地區。即係例如番，我正如剛才所講啦，番禺區啊、白雲區啊呢啲係最多夜市嘅地方。咁我而家帶大家去睇下啦，去睇下啦。咁啊，依喺度入去啦。有味啦。香葱牛肉餅啊。好，我哋继续入去。尾度有档炒螺同埋炒粉。好用啊！叫什么的？啊？叫什么牌子？忘了，你叫我用手机支架去搞，这个不是稳定器来的，支架来的。啊，支架来的。稳定器比较贵。哇，漂亮啊！来嘛。我的牌子，你不要说我吹牛逼啊！在广州找不到这么好吃的烤螺。这是我的肉，对，我要慢一点哈。等一下，一个不要这么辣。是拍抖音吗？是啊，我拍视频，不是拍抖音。放 YouTube。 哦，优酷吗？油管。
不是优酷，是优快。哇，落咁多水嘅。多少钱一瓶啊？十二一杯。十二一杯啊？对。来一杯吧，好喝。要一杯吧。能找钱吗？来。你要喝吗，帅哥？你要喝吗？你就晃着晃着啊，刚才喝了不了。要一杯。老板，钱是交给爷爷。好，谢谢。啊，不不，我现在喝，你拿管给我可以啊。好多下班族嘅話咧，就翻到嚟嘅話咧，就炒個炒粉啊、炒面啊，咁就 OK 嘅。咁咪有一餐。小鍋米線，湯粉。
酱大骨。几号的？代表这里，你看这里。大份啊！然后那个什么？蘑菇鸡掌。这个还可以啊，这个好一些。齐了，昨天晚上了。奥尔良烧鸡，脆皮五花。哎呦，那个不行了，嫂子他反正要炒。小龙虾，得我咁样就四斤。多少钱啊？怎么卖啊？中豪38一打，大豪38一打。哇，几贵豪。捞鱼皮啊！1元一個壽司，2元一個。3元。4元。咩噶？芝士五花肉卷，怎么卖啊？这个15一份啊？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啊？里面有芝士、泡菜、芝士、洋葱、胡萝卜。不要了，刚吃完饭了。
少的吧？人家这两个人怎么了？好，换现在橙汁来一杯吧，苏打橙汁。冰淇淋豆腐。才是多少？老板，我们那边要香辣。泡冷面那个。羊肉香菜都吃吗？都吃。走那么快干嘛？哎呀妈，买个锅巴肉。哇！应该啲猪肠烤住啲中葱。好，那个微辣。水果捞。来杯吧。我看他谁啊，我才买。我挺爱吃啊，榴莲饼，看一下榴莲饼啦。这个有多少钱一斤？3块。3块钱一斤。二郎都没吃过肉。3块钱千个肉。3。哦，我呢？要吃。我没记得他没有，我先帮你把老婆生。曹伟罗。我们两个都要辣的。
辣吗？辣一点。帅哥，你的两杯要辣吗？一个要，一个不要。台湾蚝蛋烧呢个呀，上面捏着我的肉，还是我的屎？哪个？两个。哎呀，你会这样台湾车轮转车轮滚滚海绵滚滚在那里台湾车轮转车轮滚滚海绵滚滚这里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五湖四海的美食呢都在找得到，很適合那些年輕世界的一些需求。小龍蝦鹹酥雞我先俾佢咩啦，整多佢系都系冇乜作用啦。烧烤。小丸子好，行到出嚟，兜咗个圈，买咗杯橙汁饮，行过去嗰边睇下先。怎么卖啊？这个？这边八块一个，这边十三的，这边十六的。八块一个啊？啊，对。我要一个八块的吧。哎，好的。那你拿哪一个啊？随便吧，好，试一下。好嘞，这个是什么东西啊？猪筒骨。猪筒骨。哎，对。
要放在汤里吗？是加热的。啊，加热。对，因为这个它是已经是熟的了，然后它如果说冷的话，口感也没那么好嘛，所以这边加热口感会好一些。好的。8.13这个是吧？16。对。看一下酱大骨，要辣吗？不要。不要辣，好嘞。你呀，安排谁？安排你的眼线。咪咪。我给上面打了个电话，叫他不要下雨，他就没下了，来，好，谢谢。啊，好，慢走啊。买了个猪筒骨，试下唔好食。哇，呢度仲有喎。化州糖水、手打檸檬茶。呢邊有啲人做美甲嘅，雞蛋仔。蛋仔，看一下。我呢度多數食做飲品多。好了，行完了，直接夜市行完。行翻出，哎，揾个地方出翻去先。大家都喜欢米粉都不行。好了，各位，咁啊，今日呢一条广州地摊美食夜市嘅话，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咁我哋下一集再见。多謝大家的收睇，拜拜。